OK， 我们邀请编号5号的陈南松先生带给大家一首《北风》。来，我们的陈南松先生先介绍，来自哪间会馆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南松，来自福清会馆。恭喜福清啊，你最冷啊，福清。OK， 掌声欢迎我们的陈南松。嗯，谢谢。 有传来熟悉的声音。
好冷。好，谢谢来自复兴会馆的陈松南的《北风》啊，这首男生歌曲。陈南松，南在这边写南松。对。对啊、你说陈松南哦，我因为我认识一个林松南评判，所以名字叫官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的张老师好吗？男生哥，陈先生，你的声音一出来，我就想到一位歌星，林建富是吗？林是不是一个台湾的唱民歌的，一个唱民歌的龙的传人那一个，唱龙的传人那个是啊。他的你的音质很接近他，但是你的问题就出在哪里？因为我听到你有几个高音的地方，在尤其低转高的地方有一点声色，我不懂是不是你今天喉咙状况不好是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待在冷气房太久。我感觉到有一点卡住了，就是在低转高的地方，我看到你要唱的时候，好像有点唱不到那个位置。所以这一点有一点瑕疵，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的音色，这种音色是很少有啊，但是我要建议你的鼻音不要太重啊。你有注意到你的现在你的位置一直在 A 跟 N 的位置吗？整首歌都是以这个音在 现唱，所以我是觉得你稍微再转换一下，不然会给人家印象说你是在抄袭某某某某歌星啊，这个我稍微给你一点意见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这位歌手